们的节目呢，就是要介绍观众可以省钱又吃到好处。对呀，我们介绍不好的给观众，不是被骂死。今天摆过嘛，是你煮的啊？这种私房菜你有钱都买不到。这个物件哦，我家己研发的。这是冬瓜啊？你帮他做周杰伦套餐，我就是这样原味就可以吃啊。道菜都有黏黏的感觉。这个是放瓜，真好吃啊！谢谢老板。中野大集合，礼拜六米市八点 ，Astro 欢喜台。